从那快过来。然后小可爱，什么什么事？是这样子，我想十号去山东济南。对呀吗？是这样子，我也不是也跟你讲过吗？我有一个大哥，他是济南的，做自媒体啊，这几年他帮助了我很多，不管是物质、精神方面，都帮助了我很多，跟我非常的感谢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应该去一趟。虽然现在做的自媒体也不是做得非常的好，但是这几年来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，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过去那边去看一看他。我们做的一定要很多改变。对啊，在去年我就说了我要过来，然后去年一直有没有时间，就今年上半年我一定会过来，结果上半年又没有时间，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所以一直没有过去。还有你去不去啊？我本来也是想去的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他那么用心帮你，就是帮我们，也是跟一起去拜访一下。但是就是因为小孩子明天后天就要考试，下周要开家长会，然后说等他们期中考试考完，开完家长会，我再过去。也可以。这样子也是可以的。因为如果不在小孩子身边，他们很多心不定下来，毕竟还小。孙大哥还有嫂子都很期待我们去他那里，就是玩几天。他们也一直都好支持我们。是。而且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我们不止这一位粉丝家人支持，不止这一个大哥支持，我们还有好多支持我们的，支持我们几年的。其实我都很想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你就放心的去。路上注意安全，然后你要多注意休息。那我也帮我向孙大哥还有嫂子问声好。好。那家里这边的话，那我就会多照顾一下。谢谢小可爱。难得两夫妻竟然会这样子握手，第一次见面也是这样子握手，差不多就得了。那多疑的就不说了，希望我这次过去一路顺风，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风土人情，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。那家里的话就拜托我们宠臣了。那你不要想我了，老夫老妻了，还啥好想的？好吧，叔叔阿姨们、兄弟姐妹们，这期的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希望家长粉丝们就一如既往的支持小马和虫虫。谢谢啊。那下午的话我就去准备好东西。准备好礼物一点我们家乡的特产带过去。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